从画面中可以看到，暖阳高照，好天气，整排樱花粉嫩盛开，粉色花朵开满枝头，娇嫩欲滴。放眼望去，就像是一条粉红廊道，仿佛深陷梦幻仙境，相当浪漫，也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走春赏花。大过年期间，氛围很好啊，氛围很好，花况都不错啊，蛮不错的一个，算是一个领导啦。有时间的话，是值得来这边走一趟。我们的樱花呢，它的盛产期是一月底，可以开到三月底。所以跟外面的比较不同，我们的花期比较长，因为有四种的品种樱花。山樱、粉红佳人、吉野樱、香水樱在这里通通都看得到。樱花盛放地点就在宜兰员山乡知名的赏樱景点登高林道。近期入口处0.4到0.7公里处的54棵山樱已经开到60%了。促进会总干事也说明，这两天出太阳，樱花渴望全面绽放，也提醒民众前来赏花的同时，也要注意交通安全，更要发挥公德心，把美景留给更多人欣赏。